为了让高中学子了解彰化北区各学校的办学特色，以规划未来升学方向，彰化艺术高中办理彰北区高中及军职化招生宣传博览会，现场由各校提供学生家长甲高中生亲自了解各科的特色甲优势，作为未来升学选择的参考。It's really nice and excited about to be there to be the host, and I'm from Zhonghua Arts Senior High School.And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can make a discussion about the school entrance. 活动在彰化艺术高中学生与英文介绍中正式开始。这次参加的学校包括彰化高中、彰化女中、和美高中、彰化艺术高中、彰师附中、彰化高商、秀水高工、鹿港高中以及和美实验等九间学校，结合普通科、工科、商科、家事以及艺术类，共同推动学校教育共享以及学生适性发展，提升教育竞争力。升学的博览会最主要呢，展现各学校的特色，让所有国中的同学还有家长提早认识各个学校的特色，经由自己的兴趣跟未来的规划，做一个最佳的选择，让大家升学之后都能够很好的发展，让教育资源充分的发挥，培养更多的我们彰化优秀的人才。在这边祝福我们这次的展览圆满成功，这种让各高中走出来，跟国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是我们未来教育的衔接方向。除了各学校专人介绍学校特色、成果展现以及升学咨询，也還有各学校精彩的社团表演，现场充满青春活力。今天很高兴在这举办升学博览会，那我们这个是承办教育部的均职化的计划。那彰化呢是彰北区有九间学校一起合作这个计划，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艺术馆来这个地点来跟大众一起亲近，让家长呢有机会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带你孩子一起来了解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那也让各个学校的孩子呢有发挥舞台的空间，那也希望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呢让家长孩子可以一起来了解学校，一起为自己的未来选择更好的一个方向。有人要的孩子不会变坏，放对地方就是人才，选择适合自己的特色课程，适性用才，行行出状元，这就是教育部办理这类活动的最大目标。新彰化新闻张秀珠彰化采访报道。